三集《迎春接福》，是根据原籍图运化规律和第三部动工创编而成。它将武术、舞蹈、练功和原籍音乐融为一体，形成了动静相间、刚柔相济、动作有节的风格特点。整套舞蹈眼随手转，心与音合，手眼身法上下相随，圆活优美自如，如同行云流水。舞蹈中身心与原籍音乐自然贯通，达到身心欢畅的效果。原籍舞迎春接福，是根据原籍图运化的规律和第三步动工创编而成。它融合了武术、舞蹈、练功、原籍音乐为一体，形成了动静相间、快慢相合、刚柔相济、欢畅而稳健、动作有节而不放弛的风格特点。在原籍音乐的贯通下，心欢体畅，人物亲和，本性发生，三元运化定人天，人物亲和心息连，天清地泰春光现，福慧双增满人间，启示
山凤朝阳。金凤起舞，丹凤朝阳。起舞，玉龙腾云。春风得意，新年映日。
甘露普洒。金莲盛开，万物发生。